班主任的区别对待。M N 是 A C 的垂直什么平？不是，怎么再说？上厕所。上什么厕所？上厕所？下课干什么来着？别人等没请假就你请假上厕所？这课讲全是重点，我是等你还是不等你？烂鱼上课时间，别。四边形 A B C 是一个菱形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大家把书拿出来啊。老师，我能跟我同桌看一本吗？我忘带书了。你怎么没把脑子忘讲？饭怎么没忘吃呢？上锁怎么没忘呢？你现在跟他看一个，你高考给你跟他答一个卷得了呗。不一样的人，站起来！大家把书都拿出来了。老师，我没带书啊。啊，那你跟同桌看一本吧，将就一下。啊，来，好嘞，好嘞。第四题选什么？大意。我说这一题选 C 吧。张嘴就来呀，还选 C？ 这题我讲八百遍了，还选 C？ 啥也别说了，哎，照题抄二十遍，你得给我。下一题选什么？王老三。我说这题应该选 C 吧？还选 C？ 不应该选 B 吗？我讲多少遍了，一看就没好好听课。下次问问同学们为什么选 B 啊？我们往下看。